方面当然是，和媒体的宣传也有关系。大家现在在动不动你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里，在微博里，或者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头，就能刷出来一个人工智能又怎么怎么着，对吧？那深度学习，又将什么什么的准确度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是吧？要颠覆，人类在某个行业要失业了，对吧？因为深度学习的崛起，所以呢，就导致这个东西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热。这是一方面啊，当然媒体它有它自己本身行业的一些因素，导致它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浮夸，所以这个东西未必能到那样一个程度啊。但另外一方面的话，确实神经网络一整套的算法在一些特定的一些任务上啊，我们说比如说图像相关的一些任务上，以及文本相关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某一些任务上。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效果，比传统的机器学习的算法要表现出了更大的优势。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在这节课里头也会给大家提到啊，其实神经网络呢，你可以看成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作用在有某些问题上啊，是因为机器学习最难的一个东西，我们说它比较难的一个东西叫做特征工程嘛，对吧？我们说了叫 feature engineering，但这个东西呢，因为之前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都是一整套的迭代和训练的算法，对吧？你会定义一个 loss function，然后你会通过一些最优化的方法去最小化这个损失函数，从而呢去得到一个近似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效果的一个模型。但比较难的就是如果你现在的样本在你所观察或者你告诉机器学习算法去学习的这个样本，这个特征空间里面，比如你是分类问题，你给它的这些样本本来它不是线性可分的，如果你需要用一个线性的分类器去做这个事情，那它的效果一定是不太好的。但其实你没有办法提前的预知，我去用什么样的特征工程，或者做什么样的特征映射，能够使得我拿到的特征，在这个特征空间里头，能比较好的去把原，如果是分类问题啊，比如分类问题，因为这个比较典型，怎么样去构造这个特征，使得在这样一个特征空间里，原始的样本是能够可分的。这样的话，我们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才会有比较好的优势，对吧？那神经网络呢，之所以在这一类问题，某些应用场景下有非常强的优势，原因是因为它在做的事情有点类似于，它在自动的根据你最后的这个目标，你的这个 target，去帮你做了一些特征工程的事情，它会去关它的每一个，你简单的说。如果我们动态的去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简单说来是，你在一个神经网络当中的每一个，我们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神经元的话，它在做的事情是每一个神经元会去试着去观察某一个维度的信息，看看它对于最后的结果有没有用，接着这些神经元会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也就是它会通过自己对这个目标，你标定的这个目标这个 target 的学习。去组合出来一整套的特征的组合方式，而当他完成了这个特征工程的工作之后，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啊，其实最后一层，你说我们说的最后一层，你可以看成一个简单的线性分类器。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分类器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原因是你前面已经很好的把你的样本当中的特征去做了最合适的编码。最合适的特征映射，使得它在那样一个样本、那样一个模型、那样一个特征空间当中，你用最基本的线性分类器，比如说 Softmax，比如说Linear SVM，你就可以很好的去做到分类了。好，这是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吧，说因为神经网络很火嘛，而且神经网络它在我们说很多问题上确实有一些特定的啊，现在已经有一些特定的任务上，确实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能直接把准确率或者是你期待的这样一个目标值拉高一个层面。那我们说他在做的事情啊，先给大家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他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很多时候他在做的事情是我会去做一个 auto 的 encode，
或者是说叫做 encoding，或者是你把它叫做 feature mapping，对吧？我们说特征的映射，所以你可以拿到很多的，把原始的这个给的这些特征映射到另外一个特征域当中。好，然后这个是我们提了一点前言啊，一点题外话，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要的内容，会包括我会给大家简单的提一下神经网络它的一个起源呢，然后基本的一个结构。我们说它对于有一类的问题啊，至少是图像的分类这一类问题，这是每一年都会有比赛嘛，对吧？至少在这个问题当中，现在的它的分类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现在的准确率其实，在测试题上的准确率已经高于人类的识别的准确率了，稍高一点点。对，然后我们会提一下它背后的一个原理，我们会从一个比较直观的角度来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用了神经网络，它就能把我们原本不那么好分的那些样本如此正确的分出来。当然，它会带来一些问题啊，一会儿我会简单的提一下，比如说它会有，因为它的学习能力太强了，所以它会有过拟合的问题。因为我们最近自己，我有带一些同学啊，可能他在我们公司的一些研究生毕业的同学过来，然后再带他们做一些分类的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 CTR 预估，我们有用 DNN 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同学去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发现我们那个分类器在训练样本上，因为我们用深度神经网络，但是这个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人工神经网络，只不过层次的话可能会有个3个隐层或者是多大的这样一个维度啊，这一会儿我会具体给大家提一下大致的一个情况和大概对准确率的一个提升AUC 的一个提升等等。然后我们用这个事情做的时候，可能有，然后带的同学发现，在训练集上迅速能达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准确，AUC 应该说准确率的值，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准确率的值，但在测试集上，未必有很好的效果，原因是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太强了，强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可以直观的去理解，你现在这个分类集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记忆力非常非常好的同学。以至于你教会他所有的东西，你说你先拿这本书去练习，你看完这本书以后再去做题，他就能把这本书里头所有的练习题全记下来，一字不漏的背下来。所以当你把这本书再丢给他的时候，你说你去把这里头，你再从这里头再抽一些练习题，你给他，你说你现在去给我做一些练习，做这道题，最后的结果是他全能做对，但你给他一份新的这个考试问卷，他未必能做对。所以这是他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的学习能力太强，他记忆力太强了，所以他在训练集上很有可能会过拟合。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啊，我们后面会有一系列的，包括像卷积神经网络，包括这个循环神经网络、递归神经网络，就是 RNN 里头都会有一些方法去解决过拟合的这个问题。原因是这个分类器，因为它的权重多，因为它的层次深，它的学习能力太强，它的记忆力太强。好，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我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简单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现在空间里头，我的平面，我们简单一点说啊，我们平面二维的平面里头有一些样本点分布，但是这些样本点呢，它不是线性切分的。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啊，其实我那个 iPython notebook 已经放在群里了，可能有些同学已经跑过了啊，就是我们给定了那样一批样本点，它不是由直线，不是线性切分的，也就是说在平面上的话，你找不到一条直线可以很好的把它完整的分割开来，那我们来看一看，当然你用诸如 SVM 这样的分类器加一些 kernel 之后呢，是可以做得到去切分这些两类样本点的，对吧？我们简单的说两类样本点啊，但我们一会儿会一起看一看，如果用神经网络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完成的？然后以及我们神经网络的层次和我们中间的这个节点的个数的设置，会对最后的这个分类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影响？讲完这个例子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公司开源的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保障的。比如说啊，因为这几个库我都用过，包括图像上的 Caffeine，包括之前用 MXNet，做过一些项目，然后最近在用 TensorFlow，做这个事情，因为 TensorFlow 它现在也支持分布式的那个 GPU 训练了。然后用过这几个东西以后呢，你会发现像 TensorFlow 这样，亲爹是 Google 的这种开源的 package 呢，
它有一个好处是它的文档非常非常全，而且它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demo，就是给你看，可以这个东西，我厂开源的这个东西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可以把哪一类的问题完善和解决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啊？一会儿会带大家看。好，这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课程的一个内容，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那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课啊。先说这个神经网络这个想法呢，其实来源很早啊，可能在它在80年代末90年代左右的时候热过一段时间，80、90年代的时候热过一段时间。但随后呢，到了90几年之后呢，可能就一路就沉寂了。原因是我理解啊，原因是一方面是和硬件有关系了，当时没有发现像 GPU 这样的可以用于模拟这个它的一个高速运算的这样一些硬件的设备，因为当年吴恩达在 Google Brain 的时候，为了搭一个现在用一块 GPU 就可以完成的计算量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的话，他花了很多台的服务器，然后去连接做这个事情，对吧？然后当时是没有这样一个资源的，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其实神经网络确实是一个比较难训练的东西，所以它的这个权重的初始化呀，包括你中间训练的时候的一些设定和技巧，都会影响这个网络能不能训练下去。现在会有一些特定的网络去简化参数的个数，比如说卷积神经网络，比如说我们之后会讲到的像这个 RNN 里面的 LSTM 或者 GRU 等等啊，这一系列就是我们其实做了一些简化，使得不需要有原来那么多的权重，但依旧能训练出来一个效果不错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是一个变种。那传统的人工神经网络呢，就是逐层连接的很多个神经元啊，一会儿我们会提到。那这个东西的话，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难训练的。那像现在的话是去年 Google 的去年微软的训练的那个 ResNet 已经有152层了吧？我想这个层次其实是很难训练的，非常非常难训练。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些训练，当它的层次达到9层、10层之后呢，你去做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他们确实，所以当时他们公布了他们这个 ResNet 152层的神经网络以后，业界也是整个都大家都震惊了，对吧？好，我们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概念来的非常非常早，神经网络，原因是有一堆很，大家知道生物学家很爱做实验，有些实验是非常残忍的，比如说他们会去，他们因为人类对大脑这个东西的了解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我们有很多的，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科技发明都是从仿生学来的，对吧？所以当时他们发现这个人类呢，听觉似乎是在大脑皮层的这个位置，因为听你不是用耳朵听嘛，对吧？其实是你大脑对信号，是对语音的这个信号，声音的信号做了处理，然后理解了，你才真的听到了这句话，对吧？他发现每次人在听声音的时候，大脑这块区域是活跃的，所以呢，他们就猜测说，可能这一块区域是用来听东西的。但是他们后来，因为研究这个东西嘛，总是探索性的，对吧？后来他们在想，那如果人的学习能力这么强，或者说大脑的这个适应能力这么强，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有其他的，它可以去适应其他的一些信号，学习到其他东西的能力呢？于是他们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实验是不是在人身上做的啊，但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把耳朵这个，就是听觉器官，对吧？到大脑皮层这一块的这个链路给切断了，接着把接收光信号这种信号的这个眼睛和它做了一个连接。他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这一块的大脑的区域学会了用眼睛去看东西。你注意啊，这块原来是用来听东西的，对吧？处理语音信号的，现在他学会了处理光的信号。人的大脑呢？生物学家还发现了，大概这块区域是感知区域，对吧？所以我们是会用这块区域来处理这个触觉的这些信号，对吧？
一些凹凸等等这些信号，接着做实验和那个差不多，切断了，把眼睛接受到的光信号给它连接过来，它发现了这一块感知的皮层也学会了怎么样去看。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假设，叫做一个学习算法的假设。这个假设呢，就是说既然你现在只要给大脑的同某一块区域持续的喂给他，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形象一点叫喂给他啊，就是说你持续的给他某一种信号，而且这种信号如果是有规律可循的，你会发现他居然能学会，他就能学会你需要他学会的这个目标。所以这个假设之后呢，他们做了一堆的实验啊，包括这用舌头去看呐、啊，包括人体声呐定位对吧？方向，然后包括这个方向的识别带啊，包括给这个很残忍啊，青蛙植入了第三只眼睛，发现都有效果。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人们就在想啊，说如果人的大脑不同的区域，只要你喂给他同样一种信号，有规律的信号，他都能从里面学习到一定的信息的话，那是不是说人的大脑就是在有一套同样学习逻辑的，同样的学习逻辑，然后我们能不能把这样一个东西给它抽离出来，也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嘛，对吧？我们能不能去把这个东西给它抽离出来，去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一些任务？不一定要像人这么的智能，当然人的这种智能程度，其实你用机器很难去做到，很难去模拟出来。所以我们说，当时就有大批的科学家，业界就沸腾了，对吧？我们在想这个事情，说能不能去把这个东西抽离出来。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希望去模拟出来人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后来呢，你发现人处理这个，大家都知道生物学，对吧？和这个我们现在的很多仿生学啊这一块呢，和现在的很多科技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发现人的这个对于信号是以电流的形式传导的，对吧？很微弱的电流，也就是，所以在一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去做这样的传导，会有一些突触，对吧？大概树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结构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但是人的这个神经元是经过了这么十亿年、几十亿年的进化得到的，你当然很难去直接用其他东西去模拟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简化了一下，简化到最后呢，特别简化的非常非常厉害，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模型，对吧？神经网络到底长什么样的，什么鬼？好，那你既然你要把这个东西抽离出来，你要让它简单化，那我们就干脆就简单一点，我们把输入的信号做成一列序列，对吧？输出的这个结果呢，可能是一个信号，或者是一个序，也可能是一些序列，对吧？然后中间的，我们知道人的这个感知的过程是有很多的神经元在传导，共同的去感知这个东西，对吧？或者说去学习这个东西，所以干脆你简单到一定的程度，你就把它抽离出来，抽离成所谓一个一个的，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神经元，对吧？然后这个中间的东西呢，因为它是一个一个传过来的，对吧？所以但是我们直接能看到的是我们输入的这个序列，或者像我们输入的信号，对吧？我们 input 的这个 signal 和我们输入了这个东西以后拿到的结果，或者说它的一个反应，对吧？我们能看到的东西是这两个东西，所以这个是显性的，显在外面的，对吧？叫做输入层和输出层。那它中间的这些呢，我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隐层嘛，对吧？那如果都叫隐层的话就分不开了，所以你有多少层我就在里面给它一个编号嘛，所以这是第一个隐层，这是第二个隐层。但神经网络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几层的神经网络，我们不会我们不是简单的把这四层都加在一块啊，我们不是这样去计算的啊。你可以说是几个隐层的这个人工神经网络啊，你也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三层的一个神经网络啊。然后我们现在来提一提，我们刚才看了啊，你用最简单的形式去表示，就是你现在会有这样一个输入，然后你会拿你经过中间这个，你把它当做这个神经网络当做一个黑盒，那你就是把信号灌进去了，对吧？拿到了一个结果。
那如果你把这些黑盒给它展开了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会有很多个神经元，对吧？它们之间呢会有一些边连接。我们在计算机里头呢，在算法里面去模拟这个东西呢，是给每一条边，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给每一条边给了一个权重，对吧？W1、W2，这些是一些数值，对吧？我们会对它去，其实就是做一些线性运算。如果更高级一点看呢，从矩阵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就是简单的说来，可能就是一些向量的内积，对吧？input 是一个向量，然后你的这个到这和这个神经元连接的这些边，它是每一条边都会有一个权重，也是一个向量，它们求了一个内积，对吧？仅此而已。好，然后我们讲神经网络。大家知道，我们在探索各种各样算法的时候呢，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前人肩膀上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神经网络呢，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会回到最简单的形式。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说的逻辑回归，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地方的话，虽然前面我们说的逐层之间是由 W 连接的，但它不是简单的只做一个内积就拿到这个数了。你想象一下，人在感知各种东西的时候，这种信号的传播的时候啊，并不是你所有的信号都需要我大脑去处理，那人会累死的，对吧？只有我觉得重要，或者是我这个时候会影响到我自己，我需要去处理的时候，这些信号我们才会传过来，对吧？我们才会去感知。所以呢，这个时候，实际上你是这个向量和这个 W 的向量，比如说 W1、W2、W3，我们只看这个神经元，假如啊这是 X1、X2、X3，那它们之间去做内积之后呢，是不是直接就输出了呢？或者说传到下一个神经元呢？并不是这样的啊，它在中间会做一步处理，这一步处理啊，一会儿我们会提到，所以我们会对信号过滤一下，就是其实你可以你简单粗暴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它的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得判断一下这个信号该不该传过去？如果该传过去的话，大概以什么样的一个强度传过去，它是合适的？好，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啊，神经网络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复杂，但它也是站在这个巨人肩膀、前人的肩膀上做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呢，神经网络如果我们把它简化到一定程度呢，它会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算法，叫做逻辑回归。逻辑回归这个算法大家还有印象吗？你看大家都没有太明确的反应，我不太清楚。OK，所以我的网络没有问题，对吧？好，逻辑回归这个算法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是这样的，我们会对于简单来说啊，如果我们是两个输入 x1 和 x2 的话，那我会去对它做一个线，首先会做一个线性的一个拟合，对吧？给一组权重 θ0、θ1 和 θ2，θ0 是一个偏移项嘛，对吧？我们叫 bias 项。然后你其实简单一点看，sorry，这个地方的话，PPT 忘改啊，就是 θ0、θ1 和 θ2，大家将就看一下。好嘞，然后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对于输入 x1 和 x2，我们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用了一组权重 θ1、θ0 和 θ2，去对它做了一个线性的组合，对吧？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内积的操作，对不对？你可以看作这个地方是 1x1x2，再和我的一个，这是一个行向量，对吧？去和我们的 theta 这样一个列向量直接去做内积，然后拿到这个结果 z，完了没？没有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是把 z 放到了一个函数，大家还记得这个函数吧？非常重要，这个函数叫 sigmoid 的函数。这个函数呢长什么样呢？来，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把这个函数呢画一下，在这儿的，对吧？所以我们只叫 sigmoid 的函数，对吧？就是 S 型的曲线，对不对？我再帮大家回忆一下啊，当 z 这个小于零的时候，大家看啊，z 小于零的时候，当 z 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大家想想，z 非常非常小，是负的，比如说负的1万、负的2万，那负的 z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对吧？所以一加上 e 的2万次方分之一，所以代表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小的值。所以这条曲线呢，当 z 很小很小的时候，其实它的取值是怎么样啊？趋于零了，对吧？好，如果我们的 z 非常非常大呢？如果它是2万，或者是4万，或者20万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数，你会发现 e 的负 z 次方，负 z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对吧？
那 e 的负 z 次方就是一个趋于零的数，对吧？所以一加上 e 的负 z 次方分之一，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接近一的这样一个数，对吧？所以我们把 sigmoid 函数的这个形状或者是一条曲线也叫做 S 型曲线，对吧？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当时我们把它用作分类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点，这个点是 z 等于零的点，对吧？z 等于零的时候概率是多少啊？这个位置对吧，叫0.5，我们用0.5去做判定嘛，对吧？大于0.5的时候是正样本，小于0.5的时候是负样本。而 z 等于零，大家对应回去看这个地方啊，我是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我们的这逻辑回归啊，不要着急。再加 theta 二 x 二，对吧？等于零，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条直线，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逻辑回归当中提到的。决策边界，对吧？Decision boundary。好，所以这样一个逻辑回归，我已经帮大家把逻辑回归这个算法回忆了一下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帮大家回想起来一些东西，或者是整理整理回来，再把大家的一些记忆拉回来啊。然后我们说这样一个东西呢。因为我们有逻辑回归嘛，对吧？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神经元，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东西叫做感知器去模拟这个东西呢，是怎么做的呢？对，和刚才一样，刚才不是有两个向量去求内积嘛？对，对呀，我就把它表示成 input 输入和 output。的形式，你会发现 input 是什么呀？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向量，对不对？1x1x2，对吧？然后权重就是 theta，对吗？所以有 theta 零、theta 一和 theta 二，对吧？然后呢，我们逐个元素去做乘积求和，也就是我们说的内积，对吧？也是我们说的这个 element wise 的这个，我们叫点乘，对吧？做完以后得到 z，对吧？那我们刚才提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东西求这一组东西求内积，这个 x1 加 w2 x2 再加 w3 x3 是直接就输出来了吗？并不是的，对吧？我们是要经过一个东西，我们说了去过滤一下信号，对吧？这个时候过滤信号的东西叫什么呀？我们用的是什么呀？叫 sigmoid 的函数嘛。所以你的 sigmoid 函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我对于已经用这个你 w 的话，你可以简单的 w 你也可以看成是对输入的这个信号去做缩放啊，对吧？我们对于输入的信号呢，如果有一组不同维度的信号有合适的这个权重去做缩放做组合以后达到这个结果，不要着急啊，初始 theta 我们讲到，不要着急，还没有讲到，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用 sigmoid 函数这样一个信号过滤器去做过滤，得到一个结果 A。好，得到一个结果 A，这个 A 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当然就直接输出了。如果它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神经网络，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算这一个神经元，开始告诉下一个神经元了，说哦，前面给我的信号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好像是这样一个结果。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分析结果。接着他会把这个结果拿过去做下一步的运算，对吧？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如果只是一个逻辑回归，我们去简单的去做一个，我们去做这样一个逻辑回归，看成感知器，看成神经元感知器的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实际上那就输出了嘛，对吧？这个 output 嘛，对吧？我不知道我这个地方讲明白没有，所以最开始他们搭建神经网络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着急啊，说我就开始。拉很多个节点，很多层的神经网络，然后把它们逐个连起来，并不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想能不能和最原始的我们之前的这些传统的机器学习的算法能够关联上，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东西和我们的逻辑回归刚好对应上了，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说的感知器，有输入 1CF1X2，对吧？然后有三个权重，theta 零、theta 一、theta 二，对吧？去做一个线性的组合，拿到这个 z，然后 z 以后呢，没完呢，不，并这个东西啊，就是
你不能让下面的同学太累嘛，对吧？你自己要先帮我过滤过滤，帮我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说，到底你要帮我过滤一下嘛，不要啥东西都给我，对吧？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地方简单的看啊，我们会用 sigmoid 函数去对你前面组合得到的这个信号 z 去做一个过滤，也就是如果这部分信息我觉得哎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传给下一节，对吧？如果它不重要。或者是我觉得可能是有干扰的，那我自己就把它截了，只有一层的神经网络跟逻辑思维回归是一模一样的，对，我们这个地方感知器只是对它的一种描述方式。如果你添加少量的隐层，我们说少量的隐层，对吧？就是中间加一些层次，那你加了少量的隐层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浅层的一个神经网络 SN，这个很少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浅层的神经网络啊，浅层的神经网络，学习能力很有限，可能和我们这些线性的分类器或者是这些普通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些 model 学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用的比较少，但有些地方有用啊。浅层的神经网络，大家不要，我这个地方提到了，可能大家比较着迷 DNN 这个东西啊，这个 Deep Neural Network，深度神经网络，因为到现在哪哪都是。但是浅层神经网络，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在这个推荐系统里头，我可以告诉大家，推荐系统里头，如果就近几年吧，他们有用神经网络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发现深层的神经网络效果并没有那么好，而是浅层的一个变种的神经网络效果是比较好的。微软的那个神经网络我说过了，ResNet 有152层。对，好，这个浅层神经网络，如果你把中间的这个层次拉伸，对吧？我们说你在中间多加几个隐层，那这个东西就叫 DNN 嘛，就这么简单，因为它中间的隐层，中间的这个隐层的层次比较深，所以叫深度神经网络嘛，对吧？好。我们接着来往下说啊，说一个这部分内容的话，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啊。可能有些同学之前已经看过了，所以明白这个东西。但我希望这个地方的话，我还是给大家再具体讲一下，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神经网络在有一些问题上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有比较有优于普通的这个机器学习算法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说神经网络呢，一般是在我们啊，到目前为止的话，神经网络通常意义上来说，它是可以同时解决这个 regression，我们说的这个回归问题，对吧？和 classification 的。但目前为止，因为 那个 regression 的问题比较难做，就是回归类问题比较难做到比较高的准确度，所以目前的话，它比较优越的。它比较体现出极大优势的问题是 classification，看到会比较多，也就是我们说的分类问题当中效果会比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我们之前说过的 L2 或者是 linear 的 SVM，那个 SVM 的话，我们现在只说线性的 SVM 嘛，如果你加 kernel 的话，它是能做非线性的切分，但是 SVM 的缺点是，它速度有点慢。现在工业界的话，如果不是做纯的这个分类问题的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不是会很倾向于去用 SVM 这个分类器。当然，SVM 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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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美的一个一整套的数学体系的这样一个分类器，它的整个推导整个知识体系非常非常严谨，非常非常优美的啊。直到在这个神经网络近几年开始热起来，并且真的去解决一些问题之前，一直是有统治地位的。包括之前的 ImageNet 的每一年的比赛，图像分类的比赛，在2012年之前一直是 SVM 有相当程度的统治地位，你只是在给它构造一些 feature 而已啊。好，我们说回来，说逻辑回归是吧？Logistic regression，如果你不去做特征映射，不去做这个 feature mapping，然后你或者是 linear 的 SVM，那它能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线性的切分，对吧？如果你空间平面里头有这样一些样本点，比如说绿色点和蓝色点，那你用 L2 或者是 linear SVM 去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我找到一条线嘛，对吧？
只不过 L2 找线的时候，我只要找到一条能把它分开的线就好了。但 linear 的 SVM 它在做的事情是，我尽量的去找到一条在这些样本两类样本点中间，尽量靠它们中间的这样比较具备鲁棒性或者说健壮性的这样一条直线，对吧？啊，那如果它们非线性，它们对于这个非线性可分，也就是说你现在你用一条直线你分不开了的这样一些样本点，你是怎么去做处理的呢？我们说过了，对吧？我们说之前老师肯定给大家提过，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的方法叫做特征嘛，你得去做特征嘛，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域里头可能，我们做 feature mapping 对吧？你在这个域里头可能分不开，对吧？这个平面上你用直线怎么也分不开。那也许你把它映射到一个三维空间或者四维的空间，对吧？里面的时候，你造一些特征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也许在那个空间里头能用一个平面或者超平面去把它切开，对吧？但它为什么我们那既然你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不用它们，而要去用这个所谓的神经网络这么麻烦的东西去做这个事情呢？原因是因为理论上来说，你都可以通过特征映射去拿到最合理的特征，然后你用一个，不管你用 SVM 还是用 logistic regression，其实都可以完成这个分类问题，对吧？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你并不知道你的样本点怎么样去做这个特征映射，拿到的特征是最好的，对吧？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这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地方。我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像至少这些互联网公司做工程的这些公司啊，大部分情况下大家会希望说，我的这一套东西是能够相对而言可应用化一些，或者说在实际的问题上也能有很好的应用，而不是说纯停留在理论上。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你确实你可以说你可以造一些平方向、立方向或者是 n 次的一个组合项，然后你都去便利一遍做，对吧？但去找到最合适的这个 feature，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在工业上开销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会去这样做，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算法说，不需要我们人去给它做一些这样的组合特征，或者是做一些非线性的特征，而是它自己能够去构造出来一些合适的非线性的特征，去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完成这个分类问题，对吧？如果非线性可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神经网络它在做的事情啊，如果你用 sigmoid 函数作为这个我们叫激活函数，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信号过滤的这个函数的话，那简单的来看，神经网络在处理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它对于非线性可分的这类样本点怎么办啊？比如说，现在我们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从这个吴文达老师的这个Coursera 的 machine learning 上借过来的啊，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两个圈圈的样本点和这样两个叉叉的样本点，我需要把它分割开，对吧？分别代表了 y 的值，它给的是零和一，我要去做这样一个分类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啊，如果它一定是一个非线性可分的，对吧？因为你找不到一条任意的一条直线，一条直线嘛，只用一条直线，你找不到这样的一条直线去把这两个样本点分隔开，对吧？对，你找不到，所以呢，既然你找不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发现如果一条直线做不到的话，两条直线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呢？他发现是可以的。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啊，如果这条直线我判定是正样啊，我们把这个 y 等于一叫做正样本，对吧？我们把它叫做一个positive 的一个 sample，一个正样本。如果把这类样本叫做负样本的话，对吧？我现在这一条直线啊，注意啊，这是我们通过，我们先不说这么细吧，我们就说，如果我们有两条直线，我们这条直线呢，我们判定下方的东西是正样本，整个这条直线下方的东西都是正样本，那你会发现这个样本点被它分错了，对吧？如果这一条直线啊，靠右的这一条直线，它上方的是正的样本点。那这个点显然分错了，对吧？但你发现这两条直线，如果我有一个运算，在数学上这个运算叫做交集，对吧？求交集，如果我能求一个交集的话，你看，既要在这条直线的下方，又要在这条直线的上方，这样的样本点，我才认为是正样本。那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可分了，对吧？可做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思想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非线性到多个线性组合的这样一个思想。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工业界很多时候啊，大家都知道我找一条曲线能够把它很好的分开，但问题是这条曲线很难做。于是我们会怎么做呢？如果大家回过头去想想之前讲过的GBDT 或者是 GBRT，对吧？AdBoost 和 Boosting 那一类算法，你会发现它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我先做一些线性分类器，然后我不断的去做线性分类器的叠加，从而用一条本来应该举个例子说啊，我这个地方的例子不一定很合理，我只是给大家传达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这一类问题，所谓的这一类这个分类问题啊，从线工业界一般用的这为什么喜欢用这样一些用线性的一些东西去完成这样一个分类的算法，就拟合非线性的东西去做这样一个分类的算法。所以呢，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你找这样一条直线，当然能很好的把它分开，对吗？sorry，这个地方画的有些问题啊，就叫 Z 一下，好，对吧？能把它分开，对不对？能把这个圈圈和叉叉分隔开，但问题是你这个特征很难构造嘛，对吧？你这 feature map 这个特征映射非常难做嘛，所以我们实际上，如果你用 GPT，你用这个 AdBoost 去做这个分类，它会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大家都知道嘛，他会先找一条直线去切，对吧？那这条直线肯定会切有一些错误，所以呢，他会在这个残差的基础上去学出来另外一个线性的分类器，对吧？然后以一定的权重叠加上来，所以呢，最后啊，不一定是这样，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可能你拿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锯齿状的东西。你会发现，因为锯齿状的东西，你可以看作是很多个线性的分类器叠加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你的每一段其实是一条直线嘛，对吧？所以呢，你实际上是用很多个线性的分类器，通过这种叠加生成一个锯齿状的这样一个东西，去把刚才的这个东由一条光滑的曲线能分隔开的东西，去分隔开了。很多时候工业界做的事情都是这样啊。我们其实有时候挺喜欢 GPT 这样的分类器的，原因是，它其实能帮我们去自动的去做一些特征维度的一些切分，就是我们能找到合适的找到那个断点，而不需要我像用到 LR 里头逻辑测回归里面的逻辑回归里面的这个特征离散化这样一个，你其实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离散化得到的特征是最合适的嘛，对吧？最优的。我这个地方讲的大概有问题吗？有同学问说，如果用 feature mapping 去做的话，该怎么做？所以你是需要去找到合适的这个特征啊，对吧？在这个例子里头不太好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我随手画的一个图，所以你观测不到它的，你不知道它的观测维度。比如说它在平面里头的话，可能是这样一个 S1 的维度和这样一个 S2 的维度，对吧？那可能你这个时候我不太清楚啊，也许你去做一些平方向或者立方向的时候，你是可以在那个空间，你是可以用一个超平面把它分开的。但是问题是你不知道平方向有效还是立方向有效，还是四次方、五次方向有效，对吧？或者是它们之间的一个组合项，所以你很难做这个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由这个线性的分类器去逐个做组合，去完成非线性的分割。这块说的有点远了啊，因为提到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提一下。因为你去看的话，至少各大的电商或者像 BAT 这样的公司的话，至少 GPT 这样的模型在广泛的运用。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虽然它和神经网络没有关系啊，提到这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原因是因为你构造特征实在是太艰难的一个事情了。虽然这个它很有效果，如果你构造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有效果，但这件事情太难做了。我们构造的特征可能得想破脑袋，或者是得筛选半天才能出来一个有效的特征。所以干脆如果有模型能够去用线性的东西组合去代替非线性的话，我们会倾向于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好，我们回来啊，我们说到神经网络，说刚才这样一个分类器，我们说了一条直线你完成不了，对吧？我们说两条直线可以完成这个东西。
大家这一点大家能够简单的明白，对吧？就是两条直线都有一个判定结果，比如说上面这是负样本，下面是正样本，这条直线判断这负样本是正样本，那它们之间求一个交，我就能把这两个真实的正样本取出来，对吧？这个大家都能明白，对吧？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神经元这个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前面这个图里面我们说了要取两条直线判定结果的一个什么呀？叫交集嘛，对吧？我们叫交集，对吧？所以呢，你应该有一个办法去完成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交，对吧？交集呢，对应到我们的这个逻辑运算里头叫什么呀？叫 and 与，对吧？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用一个简单的神经元，大家没忘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点远了，在这个位置。逻辑回归模拟的这个东西叫做神经元的感知器，对吧？我们怎么用一个神经元的感知器去完成这样一个操作，叫做 and，叫做与这样一个操作？我们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如果我现在的 x1 和 x2 就是0和1嘛，对吧？你大家可以看看刚才这个图上嘛，x1 和 x2，你的现在取值是离散的，只能取0和1。然后呢？你又需要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需要输出 x1 和 x。大家看看这个图啊，是不是？这是一个只有当 x1 和 x2 两个都取一的时候，才是一个正样本，对吧？x1 和 x2 但凡有一个取零的时候，拿到的都是负样本，对吧？负的值，输出结果。那它怎么完成这个事情的呢？大家看这里有个我的输入嘛，输入有 x1 和 x2，对吧？我们会加一个偏移项，偏移项的这个 x 呢，我们设定成一。对吧？那你会给它三个权重，比如说这个三个是这个时候，你先别管三个权重怎么来的啊，我们就假如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合适的一个感知器，我们就给它一组权重了。这组权重分别是什么呢？这一条边上是负30，这一条边上是正的20，这一条边上是正的20。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啊，大家别忘了刚才外面嵌了一个函数叫 sigmoid 的函数，对吧？好，如果你这个时候 x1 和 x2 都取。但凡有一个取了零，但凡有一个取了零，那另外一个顶多取到一，对吧？你发现这个函数 g 函数 sigmoid 函数的内部放的这个值，实际上是一个小于零的值，对吗？所以小于零的值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sigmoid 函数里面，你给它一个小于零的值，是不是它会非常非常的，它会小于0.5，对吗？给它一个小于零的值，它会小于0.5，对吧？如果现在它是一个分类器的话，小于0.5我们应该判定成什么呀？负样本嘛，对吧？所以就是零嘛，对吧？只有当这俩都取一的时候，这两个都取一的时候，你会发现负30加20加20等于10嘛，对吧？10在哪儿？10在这个位置，对吧？对应的东西是概率肯定是高于0.5，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正样本，对吧？所以我不清楚我这个地方给大家说明白没有？我们取了一组权重负30、正20、正20，完成了对输入的两个 x1 和 x2 去做一个 and 操作，拿到这样一个结果。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说明白了没有？我讲明白了没有？OK，然后别着急，刚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大家想一想啊，我取到一组合适的，因为今天的这个 QQ 的群里面的状态一直都没有同学在提问题，所以我不太清楚是我这边网络卡了，大家没有听清楚，还是或者我没有讲明白，大家没懂，还是说就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我中途会打断一下，问一下大家啊，好。所以理论上来说，刚才那个问题啊，我们继续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两个样本，有两类样本点，正样本和负样本，对吧？分别标在这个图上。这个图可能有点小啊，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嘛，对吧？说这是正样本，这俩是负样本。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要把它切开。然后呢，我们取到一组合适的权重，W1、W2、W3。W1 乘以一，对吧？也就是我直接写开吧，叫 W2 X2，再打 W3
x3 等于 0， 这是不是一条直线啊？对吧？就是这条直线。如果我现在取一组新的权重 w1 一撇、w2 一撇、w3 一撇去做这样一个组合的话，得到的是下面这一条直线，对吧？w1 撇加 w2 一撇 x 一哦，sorry。就是我们应该用 W0、W1、W2 会合适一点啊，这样的话会对应的比较好一些。所以呢，W0 加 W1 一撇加 W1 一撇 X1 加 W2 一撇 X2 等于0，是这样一条直线，对吧？然后刚才的那组权重大家还记得吗？负30正20正20，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儿，负30正的20。正的20，好嘞，所以写放在这儿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刚才做的事情是什么呀？逻辑的余，对不对？刚才我由这一条直线 W0、W1、W2 得到的是这样一条直线，但这一条直线呢，我们判定错了一个样本，对吧？我们判定上面是正样本，下面是负样本。好，这样一条直线判定的是下面是负样本，上面是正，下面是正样本，上面是负样本，对吧？好，我们刚才有一组权重负30正20正20啊，大家先不要着急这组权重怎么来的，我们就告诉大家有这样一组权重，我们给它，刚才我们做的事情是可以求一个余，对吧？求一个 AND 的操作，好嘞，所以我们现在一求操作，你就发现，哎，我把它切开了，也就是我现在所有这个模型啊，这个大家来看，这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很简单的一个神经网络了，只有一个隐层的神经网络，这样一个神经网络呢。它里面每一个神经元实际上拿到的东西是什么呀？是一个线性的分类器，对吗？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我们对线性的分类器去想办法做了一些操作，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操作是求交集，于是我们达到了非线性切分的一个功能，对吧？啊。既然它能完成逻辑语，我们想想啊，逻辑就这所有的逻辑运算就这几个运算，对吧？刚才已经求了 AND，然后我们想想能不能完成 OR 这个操作呢？好，这个地方我快一点啊，答案是可以，答案是这组权重是怎么得到的呢？也是我们构造出来的，你就发现它刚好可以。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取这一组数是负十，取第二个条边的权重是20，第三条边的权重是20，那你对他们现在去做这样一个组合呢，你会发现啊，当你 x1 和 x2 只有两个都取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里面的结果啊？我还是把它展开来写吧，负十再加20 x1 再加20 x2 啊，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啊，只有当 x1 和 x2 两个都取零的时候，是不是拿到的值才是负十啊，对吧？它才是一个负数，所以它对应的东西才是一个负样本，对吧？负数嘛，负数我们说了，别忘了这个 sigmoid 的函数啊，sigmoid 的函数长这样，对吧？当你取负数的时候，概率是要比0.5要小的，所以我要判定成负样本是零。而只要 x1 和 x2 里面任意的出现一个一，只要有一个一出现，就会把整个这个东西都带成正的，对吧？所以它概率是大于0.5的。这个时候，下面这些东西是正样本的。对，这个我现在讲的这部分内容，只是帮助大家去理解为什么神经元可以完成非线性切分的这样一个功能。刚才有同学在下面说到了这个，我们提 sigmoid 的函数，sigmoid 的函数是非常早期的一种激活函数，对吧？激活函数可能有一点专业啊。如果大家没有接触过神经网络的同学，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它是一种信息的非线性变换，或者说信息的这个过滤的一种函数，你可以简单这样理解。sigmoid 的函数只是因为大家对这个函数比较熟，我们之前讲过逻辑思维回归，所以我们拿过来讲。但其实现在呢，用的没有这么多啊，sigmoid 的函数，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基类函数做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理解，对吧？如果我们用 sigmoid 的函数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大家别忘了有个 gz 嘛，对吧？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有负十、正20和正20，你就可以完成一个逻辑上的 for 这样一个运算，对吧？or 这样一个运算。逻辑 for 是否能举一个实际例子呢？马上就来了呀。这个部分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就是如果我刚才的逻辑与能做，对吧？只有当两个同时取一的时候才取到一，那逻辑 for 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一，它就会输出一，对吧？这个事情是能做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我现在能对所有的线性分类器完成这样两个操作，一个叫 and 与，一个叫 or 或，那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他现在就能做整个平面的分类，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这个平面里头有这么多种颜色。绿色，对吗？我们讲完这一页以后，大家休息一下啊，大家先坚持一下，我们把这页讲完啊。绿色，对吧？然后这个是蓝色，对吧？然后红色和黄色，总共有四种颜色，对吧？但这四种颜色呢，你看它分得非常散，而且它们都在一个东西叫做，如在数学上这个东西叫做 toUnit，对吧？就是你被一个东西包着，你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对吧？现在有这样四种颜色，我们需要把它区分开来。那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如果你用一个传统的分类器去做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对吧？就是很难去做这个事情的。那如果用神经网络，它会怎么做呢？重点来了，神经网络会怎么做呢？你仔细去看你现在的这个颜色，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就现在这个绿色。这个绿色的这些边是不是一条边、两条边、三条边、四条边、五条边、六条边、七条边？这样七条边我就可以把它围起来呀。而每一条边，你是不是可以看成一个线性的分类器啊？这就是角色边界嘛，对吧？我们不说线性分类器，我们每条边可以看成一条角色边界，对吧？所以我只要找到一组合适的权重，我是不是就能把这样一条边先画出来呀，对吧？我判定它下方都是绿色，上方的都不是绿色。紧接着我再找这样一条直线，斜的直线，我判断它下方的都是绿色，上方的都不是绿色。我再找这样一条直线，判断它左边的都是绿色，右边都不是绿色。再找这样一条直线，对吧？你先别管这个权重怎么来的，我们能找到这样的直线，对吧？判断这个是上侧的是绿色。啊，左侧的绿色，右侧的不是绿色，对吧？直到你找完所有的这些边全都找出来了以后，大家别忘了我们刚才有个操作叫什么呀？and，对吧？逻辑语，对吧？那我相当于把这些结果每一条直线的分类结果去求一个交集嘛，对吧？所以你求完交集以后，你发现你把这个图，你硬生生的把这个绿色的区域这一片区域给它抠出来了。对不对？好，没完呢，这只是其中的一块区域，对吧？现在还有这一块区域呢，你用同样的方式可以拿到这样几条直线，对不对？同样对它求交集，对这些直线的判定结果求交集，以后是不是可以把这块绿色抠出来？如同样的话，这一块区域也一样，对吧？然后，所以我们这样的话，能把所有的图域、所有的区域、颜色的区域都取出来，对吧？紧接着，你对这些颜色区域、相同颜色区域去取一个东，求一个东西叫做并集嘛。那并集对应到我们刚才说的操作叫什么呀？over 嘛。所以你把绿色、绿色、绿色就把它并到一块儿，蓝色、蓝色、蓝色就并到一块儿。也就是说你。简单的说叫做什么啊？这页 PPT 可能有点超前了，一会儿我们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单引擎的这样一个没有引擎的这样一个感知器，它在做的事情是我可以找到一条直线，对吧？那你现在你如果有了多个引有一个引擎以后，它可以完成的事情是它可以把这些突域啊 B 的这些区域 B 突区域可以把它框出来了，对吧？一个区域可以框出来，紧接着你在这些区域的基础上呢，你再多加一个引擎的话，它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是求并，对吧？好，我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然后我们休息几分钟啊。我看同学问的，OK，无忧问的问题说 sigmoid WX 做的是逻辑的与或操作，那么这个逻辑操作是对谁做的呢？我。这块地方呢，怎么给大家解释这个东西呢？是对谁做的啊？你从这里出来以后，第一层出来以后，是不是有一个判定结果？
对吗？这个结果是一个零或者一的值，对不对？你任意输入一个 x，是不是对应这个平面中的一个样本？对吧？是对应这个平面中的一个样本，对吧？那它丢到这样一组权重，代表这样一个线性分类器当中，是不是会输出一个结果值？比如说这个结果值就是一个一，比如说这个结果值就是一个一，对吗？然后你现在对这样两个结果值，是不是会去求一个并或者求一个交？我不知道我这个地方说明白了没有？就是你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有这样一组权重的时候，你的输入的 x 其实是一个样本嘛？平面里这个地方简单说是一个二，是一个因为二维嘛，是一个平面，对吧？你在高维的话，它就是超平面、超空间当中的某一个点嘛，对吧？然后你这个点嘛，在你的一个超平面的分类情况下，一定会有个结果嘛。所以我实际上是对这个结果，对你的 output 的这个结果去做了一个交集或者并集的运算嘛。对对，有同学说到了，是对分类器的结果。一个神经元就代表了一个直线嘛。如果用 sigmoid 函数的话，在当前的这个 sigmoid 函数，我们建的这个神经网络里头是这样的，是代表一个线性的分类器的决策边界。这些直线怎么求交集？直线不会求交集，是对输出的结果，直线只是一个判定边界，对吧？比如说这个地方这是一条直线，那实际上是你一个样本丢进来，比如说这个样本在这儿呢，只是丢了一个样本进来，这个样本。这条直线判定这个样本拿到的是一，对吧？你在我的上方啊，我判定它是一。那同样的，刚才这个样本啊，在这个位置，对吧？这个样本在这条直线的分类情况下，输出结果是一，所以我现在是对这个结果一去求的交集，对吧？是不是每一步操作都要经过 sigmoid 函数？如果是全连接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它其实，你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我不加这个非线性的变换啊，这个地方是 sigmoid 函数，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激活函数，我不加这个非线性的变换的话，你发现这个点是由他们三个点线性组合得到，对吧？下面这个点又是由他们几个线性组合得到的，对吧？实际上你这两步的这个矩阵的乘法运算，实际上你可以完全可以找到一组权重。直接从初始化的这个位置，可能直接做线性组合就能拿到了，所以你中间那个隐层有时候会失去意义，在有时候啊，有时候，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加一个所谓的激活函数或者非线性变换的这样一个函数在这去做这个事情啊。在拿到一条样，拿到一堆样本点之后，怎么知道多少条直线的并或者交集才可以拿到分类的结果？当然你是不知道的了。这个东西，这就是很多同学会问我说：“老师，你这个神经，你去搭一个神经网络，你每一层的节点数怎么确定啊？”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没有数学公式可以算。神经，如你想想，如果你一开始你就明确多少条直线的交或者并可以把它们完美的分类的话，那你训练集上还会有误差吗？你的训练集不就应该是100%的正确率吗？但实际上，我们的神经网络能做到100%的正确率吗？如果样本集比较大的话，它比较难做到100%的。即使是这样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分类器，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这个分类啊。原因就是，也许你给的这个节点个数没有那么多，对吧？但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它做到100%，可能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觉得 OK 了。权重怎么选择？权重是学出来的，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权重它是学出来的，所以我们只是需要给它一些初始化的权重，但初始化的权重。会有一些技巧吧，去初始化。如果是随机初始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之后讲这个卷积神经网络，或者是这个 LSTM，就是 long short term memory 的时候，会给大家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怎么去初始化这个神经网络。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个操作叫 fine tuning，就是。权重的一个再调用，也就是你拿着别人已经训练好的一个模型，你去修改里头的某一些层的，一般是在尾部啊，尾部层次的这个结构，然后你去做一遍，再训练，只训练尾部的权重，这样的话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刚才有同学说到了微软的那个 ResNet 152层的那个神经网络啊，那个网络非常难训练，非常非常难训练。一般情况下你训练的话，它是很容易挂掉的，会挂掉的，因为。这么深的层次，神经网络训练的算法，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叫做我们会用 BP 反向传播算法去求梯度，然后接着我们会用梯度去做
SGD 做随机梯度下降，做用这样一个算法做出优化。但是问题是152层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话，从后往前传，这个残差传回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你已经拿不到多少数据了。就是它是一个叠乘的一个形式啊。如果中间有一些数非常小的话，传到从尾层传回来的用于纠正的这些信号已经非常弱了，所以它很难做这个事情，对吧？大于两层的又是什么逻辑操作？大于两层的你可以，大于两层的，就是你会对它之间再做一些组合，这个东西就很难形容出来。我跟大家说是这样的，理论上来说，你用两个隐层的神经网络可以解决任何的分类问题，理论上来说，但实际的工程上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因为如果你的样本的你的类别数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你只用两个隐层，这要求你每一层的神经元的个数非常多，而每一层的神经元非常多的时候，这个训练不如我们把层次拉伸，而每一层的神经元个数降下来的时候好做这个训练。插了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刚才说 GPT-T 的时候说了句特征的离散化，离散化在 GPT-T 当中的作用是什么？我告诉你，GPT-T 工业界在用的时候，很多连续值的属性我是不离散化的，我就是希望 GPT-T 去给我找中间的那个断点，什么地方切最合适。它是一个数，它是一个 tree based 的classifier，对吧？就是树类型的这个分类器，对吧？那树类型的分类器，它是一个决策树类型的，它是会去有两个分支，对吧？至少左右两个分支，对吧？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找到什么样子，在什么位置切是最合适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它这个东西。所以 GPT-T 的话，你去做分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反倒不会给它做离散化，我们会希望它自己去找到合适的断点去做这个事情。而你去看的话，工业界有在用的模型是，比如说 GPT-T 加 LR，它为什么会用 GPT-T 和逻辑思维回归两个模型叠在一起用？原因是因为 GPT-T 能够去帮助你在一定程度上构造特征。所有你刚才理解到的这个用线性的模型去代替非线性的这个切分的方式，都是他们在试图构造，你可以理解成他在构造出来一个合适的特征，去可以用于线性切分。增加隐层是增加线性可分的维度吗？不能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这样说吧，不是增加线性可分的一个维度，它其实只是一种组合的方式。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去理解神经网络的物理含义的话，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如果你之后下节课我们讲卷积神经网络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看到啊，就是有时候它在分类的时候，它的那些特征，并不是人可以理解的那些物理含具备实际物理含义的特征，它可能只是很模糊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这么想嘛，人在你学你平时做很多决策或者做很多东西的时候，是潜意识的在做的，对吧？你真的会去想，哎，我为什么会买？就非常具体的，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决定嘛？其实有时候你并没有做这个事情，对吧？你只是综合你之前所有的经验，潜意识下来这样一个决定。所以神经网络一样，它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图像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最后输到那个 比如说 softmax 这样一个线性分类器的那些特征，实际上并不具备人可以理解的实际物理含义。所以你要让我解释说层次增多了，它在物理上代表的是什么？我很难明确的给你一个答案做这个事情。对。好，我先不回答这个。我先不回答问题了，我们先到这儿，然后大家休息一下，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再接着讲，好吧？好，咱们回来啊，大家能听得到我说话吗？刚才那个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和噼里啪啦，一定不是我话筒，不是我这块传出来的声音啊，因为这个一般这个群视频里边有时候会有一些杂音，不知道从哪个同学那儿过来的。好，我回答一下刚才同学问的问题啊，说神经网络里头做回归的问题的话，训练集和测试集到底要不要一起做归一化？一般情况下，神经网络的相关的问题，我们是这么去做的啊，我们会在训练集里面去做一些特征的一些归一化。图像是一个例外，下节课我们会说到图像的话，我们只会减去均值，我们不会做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幅度的变化。
因为纯天然的话，图像它的三个 RGB 三个颜色通道的值就已经是在一个幅度范围内的，所以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通常情况下，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去做硅基化的话，一些数据啊，你要去做硅基化的话，你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训练集上先做完硅基化，然后把你硅基化的这套系数或者硅基化用到这个缩放。以及幅度调整的这套系数用在测试集上去做这个 prediction。对，不是说两个集合分别去做硅基化，而是说在训练集上去做硅基化，拿到的这个硅基化的这个系数，或者说你硅基化的这个它的一个变化的这一套标准，然后用到测试集上去做我们接着往后讲啊。接着往后说，就是刚才给大家复习一下嘛。刚才说的是，如果没有隐层的话啊，就是一个感知器，对吧？这个感知器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我找一条直线嘛，对吧？它能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条线性的决策边界，对吧？Decision boundary。如果你给它加一个隐层的话，加一个隐层相当于做的事情，我刚才说加一个隐层可以做完成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啊？叫逻辑的与，对吧？and 这样的操作，所以它做的事情是，我可以去对现在的这两条直线，或者是啊，举个例子说啊，现在这个地方的话，这样一条直线，这样一条直线和这样一条直线，三条直线去求一个交集，对吧？拿到一块区域。如果你再加一个隐层的话，我们说它可以多加的那个隐层可以完成的操作叫做 or，对吧？所以你现在你刚才上面的这个与的操作，通过多条直线抠出来的部分，我在这个区域是可以并在一起了，对吧？比如说你刚才抠出来的这个部分是 a，抠出来下面这个部分是 a。左上其他的部分是 B，对吧？我现在能把这两个 A 通过 O 这个操作，结果啊，它是对结果做的操作，对吧？我对 result 做结果操作做一个 for，所以我就把这两块区域里头的样本点都标示出来了。好，我们说神经网络的这个结构，对吧？它的输入层是 f1 f2 一直到 fn，就是一个 f 的一个 vector，对吧？一个向量。那输出呢？输出的话取决于你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 regression 的问题，一个回归的问题。当然，一般情况下用神经网络去做回归，其实用其他的方法去做回归啊，回归的问题都比较难做，比较少。我在其他的课上提过，说回归的问题，但凡有办法的话，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它化成一个 classification 的问题，一个分类的问题。怎么画啊？比如说怎么画？你现在要预测这个人，这个，你要预测这个人打分会打多少分？给一个电影，总共有1分到5分，1分到10分，对吧？豆瓣的评价1分到10分，总共是这样一个连续值，你要去预测具体的一个值。那我们会把这个1到10分的这个分数段，把它切成10个段，然后把它变成一个10分类的一个问题，判定这个用户最后打分会在哪个分数段里头。对，然后到了这个分数段里头，你可以在这个段里头再做回归，或者是你再把它细切成别的段去做一个分类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通常情况下拿到的准确率会比你直接在全域这个0分到10分上去做一个回归的问题准确率是要高一些的啊。这是题外话，我们扯远了，就收回来，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取决于你的输出，取决于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嘛。假如你是一个regression 的问题，那结果肯定是你如果有 m 个输出，就是 m 个连续值嘛，对吧？要让这 m 个连续值的这个结果，这个 output 是最接近你的真实的这个结果的，对吧？如果它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的问题的话，一个分类问题的话，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我需要找到一个其中的某一，那它现在输出的这个 O1 到 OM 就应该是M 个类别，对吧？那里头的某一个类别是结果是一，其他类别结果是零，对吧？我希望我的输出是这样一个输出，但实际上输出的这个时候啊，一般情况下它最后一层是一个 softmax 的话，输出的东西就是 M 个概率值，但这 M 个概率值的和是一，和哈希分统没有关系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one hot 嘛，一个独热向量的 one hot 的一个编码，你可以认为就是某一类是一嘛，其他类是零，这表示是概率，但你实际上输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一个概率的向量，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啊，我们再提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叫传，你把它叫做传递函数也好，你把它叫做激活函数也好，你把它叫做刚才
我们提到的说这个星号的非线性变换，这个过滤的这个函数也好，这个东西对吧？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的都是 sigmoid 的函数对吧？这样一个函数啊，除掉 sigmoid 的函数，sigmoid 函数图像大家都知道对吧？还有双 S 图像，就是 f(x) 等于一加 e 的负 x 次方分之 e 减 e 的负 x 次方对吧？它的函数图像实际上是这样的，是一个 S 型的，让它通过了原点对吧？然后从负一到正一。有这样的图像，然后我们下节会介绍更多的这个我们叫激活函数，大家包括刚才有同学提到的，对吧？以及这个现在非常非常基本上你在大多数的视频网络里头都能看到的这个，对吧？还有一些什么 max out 啊、立体 RLU 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下节课再说。然后我们来提一下 BP 算法。BP 算法这个算法呢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机器学习的问题，说到底我们需要定义一个东西叫做 loss function，对吧？损失函数这个东西呢，会用来权衡我们这一套算法输出的结果和真实结果之间的一个差距，而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去不断的缩小这个 loss function，对吧？这个损失函数。好，那我们在神经网络里头用的这个方法是用正向传播，叫 forward translation，对吧？去求损失，而用反向传播啊。backpropagation 去回传误差，你先理解到这个层面啊，就是我们首先呢，这个算法呢需要去做一遍前向运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神经网络嘛结构对吧？我要从输入端开始，根据现在已有的这些权重做一遍前推。所谓的前推是怎么做的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矩阵的运算，你把它划归到更细的地方呢，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神经元其实都是之前上一层的这个输入和 W 之间的一个线性组合内接，以后通过一个传递函数或者我们叫激活函数以后达到的结果，对吧？然后逐层的往前推进，逐层的做这个矩阵的运算，直到你拿到最后这一层的结果，对吧？你现在就完成了一次东西叫做前向传播，或者叫前向运算 （forward calculation），对吧？然后你拿到了以后，你拿到的东西是。output 对吧？这个结果 O，好，那你拿到结果 O 以后呢，我们需要去求损失，对不对？这个地方的损失就叫做 loss function，就对应到我们说的这个损失函数，对吧？求损失呢，这个地方我要展开来说一下了啊。如果现在这是一个回归，是一个回归类的问题的话，regression 的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回归问题啊，因为回归问题你预测的是一个连续值，对不对？这是你真实的结果，你真实的这个。我应该这样说，现在呢，你有真实的结果和你预测的结果，对吧？那如果它是一个回归类的问题的话，非常简单，你只是把预测的结果和真实的结果之间做一个差，然后给一个平方，对吧？这个地方给了一个系数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之一完全是为了便于我们求导的时候能把二拿下来抵消，完全是这个作用，所以。它用的，你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损失函数啊，如果它是一个连续值，一个 regression 的问题的话，对吧？所以，比如说你 MSE，对吧？都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最后一层初层来看，如果这是一个 regression 的问题，回归类的问题的话。至少回归类的问题啊，从初层来看的话，它的 error 或者说它的这个 loss，你就可以这么去定义，对吧？紧接着你就要把现在的这个 loss 这个结果值对应的，因为梯度下降了，对吧？这个地方用的话应该是用 SGD 啊，叫随机梯度下降。它和梯度下降的区别在于说，梯度下降需要在全的所有的样本上去求出来，它当前的应该沿着哪个方向走，对吧？但 SGD 呢，随机梯度下降呢，我只是找了其中的一个 batch，其中的一部分的样本去估计这个梯度，然后去做这个梯度下降，对吧？所以我们需要用梯度下降的话，随机梯度下降的话，一定要知道梯度，对吧？那梯度的话，就是用这个东西，逐层的误差往前展开，到隐层，到第二个隐层，一直到输入层。哦，我先说的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叫做 regression，对吧？回归类的问题，我们是这么做的。不要着急啊，我们在。
在我们先把这两个东西说完，是一个回归，回归任务题定义的 loss 这个地方最简单的 loss 就是直接平所有的误差平方和嘛，对吧？那如果它是一个分类问题呢？如果它是一个分类问题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拿到的这个结果是一组概率，什么意思呢？你现在不是还是会有 m 个输出吗？只不过你这 m 个输出的标准的答案是这样的。如果它现在，比如说啊，就三类，这三类分别是猫，图像识别啊，猫、狗和羊。那你现在去分这三类动物的话，你给你现在的训练集里头，当前的这个训练集的训练样本是狗这一类的话，那你应该拿到的结果是一个零一零，对吧？因为它属于，因为它绝对就是它，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狗了，所以它在属于狗这一类的概率就应该是一嘛，而属于另外两个类别的概率就应该是零，对吧？如果你用线性弧用神经网络去做分类问题的话，你在这一层拿到的结果会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分类器叫 softmax，经过或者这一层叫 softmax，那经过它之后呢，你会拿到一个概率值。举个例子说，你在属于狗这个地方的概率是0.7，属于羊这个地方的概率是0.2，属于猫这个地方的概率是0.1。那我们需要评估的东西是这两组概率之间的一个 distance，或者叫差异度，对吧？一个距离 distance。我们需要评估的是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评估呢？那个损失函数呢？和它是我们在逻辑斯特回归，我们在逻辑回归里头用到的这个损失函数的一个多类的一个扩展，就是我们说的，对吧？这个叫做我不知道，因为有不同的翻译，这个东西它你可以把它叫做互相损失，或者是叫做交叉商损失。就都行啊，两种说法都行，交叉伤或者是互伤损失，对吧？这样一个 loss，那它是怎么来定义的啊？举例子，刚才不是说了已经有这样两个概率的向量了嘛，对吧？vector，那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向量定义成这个 s 好了，这样一个向量，这个向量我们给它定义成 l 好了，我们来求这个 distance 呢？d s l 呢？怎么去求它呢？就应该是。负的 sigma，你记住啊，它总共有几类？遍历所有的类别 i，遍历所有的类别 i，然后 li 乘以 log si，就是这么一个定义。这个东西叫做交，这个时候这个东定义的东西叫做交叉伤、互伤损失，这个 distance。比如说对应到刚才这两个的概率向量里头，我们是怎么去定义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那它取的方式就是这是 l 嘛，对吧？你看你这个地方是零嘛，第一个，然后log 0.1，对吧？不管它，然后如果是这个地方阳的话也是零，对吧？负的log 0.2，这也不管，0.7在这里，对吧？0.71，所以它这时候损失就是负的 log。0.7，然后大家想一想啊，当你现在取狗这一类的概率，如果你这个分类集的概率非常非常高，比如说0.99，然后你输到这个里头，负的 log 0.99，你会发现这个损失怎么样？非常非常小，对吧？因为 log 的函数，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有点密，就是 log 的函数是这样的，对吧？负的 log 的函数就是。就应该是这样的，对吧？一个函数图像，如果而且这个点现在当前的这个点是一，对吧？所以当你上面这个概率值非常非常接近一的时候，对吧？你输入的你的当你判定是狗的这一类的概率非常非常接近一的时候，它损失基本上是零的，对吧？而当你判定是狗的这一类的概率值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一个狗，是0.2的概率觉得它是狗，那你会发现这个损失其实是很大的，对吧？所以它是符合我们对损失函数的定义的，对吧？如果你判定的。不是 log 0.9吗？log 0.9，你想一想，log 0.9是一个负的值啊。那你现在损失，你现在不仅没有损失，你的损失还你是负的损失，你岂不就越大越好了？应该负数对吧？负的 log 0.9对吧？想想这个问题对吧？你损失一定是一个。
损失一定是一个正的数，对吧？我们再强调，只要和最后的结果，你判定的结果和真实的结果之间有差距，我就认为应该有损失，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用正的 log 0.9的话，就是和我们这个定义会有偏差，对吧？不是特别合理。好，我们说回来啊，所以我刚才说了，如果是一个回归类的问题的话，我们用的 loss 是这个 loss。如果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分类问题的话，我们有个 DSL，对吧？它应该是等于负的 sigma。我们说总共有 i 类，这个时候呢，li 对吧？di 个概率，真实的实际的 di 个概率，大家想一想啊，其实你只要如果你现在不是你判定那个类别的话，这个值就应该是零，才乘以 log。好，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损失函数，或者是 regression 问题里头有这样一个损失函数，那我们现在需要最小化这个损失函数，对吧？最小化损失函数，我们之前用的方法一直都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和传统的方法是梯度下降，对不对？梯度下降，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神经网络当中呢，你的这个拿到的这个 loss function 啊，在它并不是一个 true 函数。不是一个 true 函数，意味着它会有很多的局部最低点，所以你如果在全量的数据上做的话，一方面是慢，另外一方面是你很有可能会跌到一个全量一个局部的最低点以后就不再往下降了，所以我们需要它跳出这个局部的最低点。那怎么做呢？我们并不在所有的样本上去求这个梯度，而是只是在一部分的样本，拿一个 batch，比如说1000个样本，或者100个样本，或者是128个样本等等，在这一个小集合的样本上去求一个梯度，然后顺着它走。这样的话，它不一定是全局的最那个标准的这个倾斜的这个方向，所以它不会一直跌到一个局部的最低点里头，而有可能会跳出来。展开至隐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看看啊，从刚才这个。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一个合适的图来说明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啊？你刚才要求的，我们这个 d 和 o 是两个向量，对吧？所以我们希望是求两个向量，两个连续值向量之间的 distance。所以他做的事情是我从第一个，好，他求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把每一个结果的和预测的结果和真实结果之间的差值的平方和累加在一起了，求和了嘛，sigma 做的实际上就这样一个事情。所谓的展开至隐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别忘了你刚才的这个 output，你预测的这个 output 是怎么来的呀？你预测这个 output 怎么来的呀？是不是由上一层和它的权重去做运算得到的呀？我这个地方说明白了吗？你这个 output 当前的这个 output 这个 O 一第一个 output 怎么来的呀？是不是由前面这些所有的这些前一层前一个隐层所有的结果和权重运算得到的呀？所以他在做的事情展开到上一个隐层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什么呢？只是把你刚才的这个 OK 换成了 F net k，意思是什么呀？我要把它展开来了，我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的。OK，它由前一层来的嘛，在这儿嘛。这个 F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的激活函数是我们的传递函数是 sigmoid 的话，它就是 sigmoid。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看明白了没有？它是怎么来的呀？是不是由上一层的这个值，前一层输到它这里的这个值和 W 之间去做运算？对，求线性组合、线性求和之后，过了这样一个激活函数 f 之后拿到的，对吧？所以他做的事情是说，我把这个东西展开了，怎么展？沿着上一层展。为什么？因为当前的这个 OK 是由上一个隐层计算得到的，所以展到这了。很麻烦的是，你要逐层的再往前展，你看它还往前展了。这个时候，你刚才的这个结果 YJ 是怎么得到的？是由再上一层得到的，
所以当然我们实际上在做反向传播的时候没有这么繁琐啊，你不会往前看，然后一步一步的推开，而是我们在做前向运算的时候，我们会记录很多中间的值。如果你仔细去看代码的话，你会发现是这样的。你做 forward calculation 的时候，我们会记录下很多中间的值，然后你在反向传播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把这些值拿来用的。这个地方你可以不用纠结，你可以不用纠结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数哈。其实想说的事情就是，这一个地方指的是从当前的这一个 output 到这一个 output 和结果之间的一个差异，和真实结果之间的一个差异。比如说这个地方是 J 的话，它就是这个，从一到 J 加到 J， 那你上一个隐层的输出不也一样吗？就是真实的。你拿到真实结果的时候，你返回去应该这一层应该是有真实的结果，对吧？那你同样你有一个，你拿到这一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有这么多个节点嘛，对吧？所以你展开的时候你是会有这么多个维度的，结果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要展开？你不往前展开你怎么求它关于第一个 W 的梯度啊？你现在的表达式和第一个 W 没有关系啊，你只有往前推一遍，逐步的展开，展到这一层的结果是由它乘以这个 W1， 你才能拿到它和 W1 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这个时候你才能求一个梯度或者求一个导数，我们说的，对吧？这个地方我不太清楚我有没有讲明白。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把每一个结果，这当前这一层的结果，把它展开成前一层和的输入和权重 W 做组合以后，过一个激活函数拿到的值。对，所以，从数学上来看，你肯定是可以拿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达式的，对吧？只不过它会比较复杂。接着，它是对这个东西去做的一个导数。求导，但实际上大家想想，这个求导的话，你仔细看，实际上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要对前一层求导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函数的一个求导，对吧？它是一个复合函数的求导，对吧？所以你如果要求这个东西对于某一个 W 的这第几层呢，比如说 W21 的梯度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复合函数，对吧？复合函数的话求导你是怎么做的呀？是一个复合函数的求导是一个叠乘，对不对？先对，把这里头东西看成一团，直接求一个导数，接着你把这东西拿出来再对它求一个导，对吧？D 是什么来着？ D 你可以理解成是真实的结果。这个地方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啊。就 BP 算法它叫做 Delta 算法，是一个把残差回传的一个算法。所以 D 呢是你最后的真实的输出，就是你当前输入这些样本的时候应该拿到的真实的一个结果，真实的输出啊，不是这么多样本啊，所有这些样本的特征啊，这算一个样本。比如说你输进去以后拿到的真实的结果应该是 D1 到 DJ， 对吧？所以实际上你就是 D 减去 O 嘛，对吧？只不过你这个时候你用 K 来展开嘛，它这个地方可能标的上下标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东西展开的话，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函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复合函数。但实际上你在求导的时候，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你在数学上你去求导的时候，复合函数的求导是不是就是一个，你看它这个地方叠了这么多层，对吧？那你复合函数求导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叠乘呢？先求最外层的导数，然后接着把里头东西拿出来再求导，对吧？逐步的去做这个链式，是我们求导的一个链式法则，对吧？可以求出来它对于最前面的这个 W 的一个权重，接着我们可以逐步的去调整 W 的权重。只有第一层是线性，以后每层都是输进一个激活函数。第一层也要激活函数啊。比如说它这个地方的话，三个隐层，这没有三个隐层啊，大家这个地方没画好，你可以理解成如果这个地方有隐层的话啊。它可能有一些连接，然后由它再连到下一层。那我们来看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说的意思是，
所有的东西在这里运算之前，实际上我没有画啊，这个地方有个 gz，然后再传到它，这个也一样，线性组合到这儿，这要先过一个函数 gz 再传到它，明白吗？都有这样一个非线性的变换，一个激活函数，基本上是都有的。我前面解释过，我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这两层的线性变换有可能你可以用一个线性变换直接可以从它到它，如果中间没有一些非线性的变换的话。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说，如果是连续值的预测的话，一个 regression 的问题的回归类的问题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是首先从最后一层，对吧？然后逐层的向前展开，直到输入层，然后这个东西你去做一个求导，它是一个求导的链式法则，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实际在做的时候啊，你发现你去看代码部分的话，我们在做这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去做一些这么复杂的数学运算啊，就是说求 f 的导数等等，因为我们会用到的，实际上就是那么一些激活函数，每个激活函数的导数是已知的，所以那些值你是可以记录下来。如果现在它不是一个 regression 问题，它是一个分类问题的话，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求导的，跟刚才说的一样。刚才这个 si 怎么来的呀？si 哦，这个 si 是一个 softmax 得到的一个结果啊。怎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个意思呢？你所有的你如果是一个连续值的预测，到这一步拿到的应该是一些连续的值，对吧？或者说一些得分，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些得分。现在你这个地方有一到 j，总共有 j 类。你现在有 j 类，那你这 j 个类别的话，会有 j 个得分 score，对吧？s1 到 sj，那你怎么得到这个概率的呢？它是有一个公式的啊，实际上我们是 sigma 从 i 等于一到 j，对吧？到最后一个 e 的 s i 次方分之 e 的 s i 次方，不知道这个大家明白了吗？因为你的得分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对吧？为什么我们要用 e 作为一个底数去求这样一个指数？因为它能保证你最后拿到的这个结果是正的。所以做完这样一个归一化以后呢，你原本的 s i 到 s j 这个得分就映射成了一个 j 为的一个概率向量，就映射得到了这样一个得分向量。说错了，概率向量。我们用 p 好了，p1 到 pj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啊？就是你前面所有的运算都一样，所有的运算都一样，用 w 和它做线性组合，然后过一个激活函数，拿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它是有这个。对吧？有 j 类嘛，有这个连续值。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值映射成概率呢？做的事情是我做了一个归一化，但这个归一化不是简单的我把它们和求在一起，把它们加和，然后用每个数去除以这个和，而是说有给了一个 e 这样一个底数，对吧？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我只要给了我用了指数函数的话，就能保证它是非负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它才能有意义，才是一个概率。不管你之前拿到的这个得分是一个正的得分还是负的得分，所以呢。回来啊！我们说，既然刚才那个东西是由归一化得到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由这个东西得到的，对吗？所以你其实是可以放到这个位置的，也就是说，你其实是知道，也是可以逐级的往前展开的，对吧？你 si 到 sj 是不是由前面的东西计算得到的呀？所以你到这一步以后，实际上是可以。是可以，softmax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逐级展开，也就是现在它不管它是一个回归问题 regression 问题，还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问题，一个分类问题，实际上你都可以根据你的 loss function 你的损失函数逐级的往前推到输入层，然后去用求导的链式法则。对吧？去求出来这个梯度，接着你可以顺着这个梯度往下走，只不过你这个梯度不是用的全部样本学出来的梯度，而是部分样本上的梯度，所以它不会限到，它比较不容易限到全局的，啊，不，局部说错了，不是全局，比较不容易限到局部的这个最低点里头，而是可能会跳过去。但是话说啊，神经网络这个算法的话，不管是后面再给大家提到的卷积神经网络，还是LSTM（Long Short Term Memory）
这种算法的话，其实你都不能确保它拿到全局的最低点，但是你用 SGD 呢，基本上能拿到一个和全局最低点还差不多的一个低点。然后刚才说了用的是随机梯度下降，对吗？SGD 对吧？做的这个事情，那做的这个最优化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嘛，梯度怎么算呢？这样就是对。这个就是我们随机梯度下降需要减去的部分，对吧？对不对？就是这个德尔塔乘回去的一个德尔塔，对吧？如果现在取出最低点有什么坏处呢？我画一个二平面的，二平面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这样的图像的话，局部最低点在这儿呢。你看它现在瞬间全部样本来，你从这作为初始点，你走走走，你走到这，你发现哎，好像周边所有的点里头就它最低了，它就停这了，这个就不是最优的。我们最优点在哪？在这呢。所以你用 SGD 呢，它找的方向就不会是这个方向，它不会顺着这走。你用 SGD 可能它会跳过去，它会找这样一个方向走，可能直接就跳过了刚才这个最低点到这儿了，然后它就能接着往下走。刚才说了，如果它是怎么跳出去的啊？是这样的，你如果用全局的梯度最优，我问你，在这个点上，你去求最，现在它下降最快的方向是不是顺着这个方向走？你用全部样本算，是不是顺着这个方向走？所以你用很小的步伐走，它就只会顺着它走到这儿就停了，对吧？如果你现在是 SGD，你只用了一部分样本，没有用全部样本的话，它是看不到这个整体的形状的，所以它方向不会朝这个方向。比如说它朝这个方向，顺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它很有可能就到这个点了，它就跳过去了。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方向现在不再是全局，在当前这个位置看到的全局的最优的下降方向。其实这个全局最优下降方向并不是针对它的啊，只是你在当前的这一段曲线上的最快的下降的方向。它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方向了，因为只用了一部分样本，它就会调整成别的方向，会跳过头嘛，所以你需要去做一些控制，比如说步长等等其他的一些控制，这个的话会它是有可能会震荡的，对，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们会说神经网络不太好训练，它有时候会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你就发现它的那个 loss 不再降了，在训练级上也不再降，不再降。好，我这块我们过一下啊，我们大家理解一下这个 BP 算法，一会儿会有例子。对，那就到例子了。就是 BP 算法呢，这样干讲的话，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比较生硬，对吧？为什么叫随机？针对全局的就叫随机。随机的意思是你的那个 batch，你的那一批样本，你的那个 batch。你取来做求梯度的这一批样本是随机取的，所以叫随机梯度下降，明白吗？你的全局里头有，比如我之前做卷积神经网络，我的训练机头有100万张图片，我每次只取了这100万张图片中的512张去做训练，所以它的随机梯度下降 SGD 里头这个随机的意思指的是我在挑选当前找到。我在挑选当前生成这个梯度求解梯度的这一部分样本，是我随机挑出来的一定量的样本。没明白隐层权重怎么学出来的？你往前逐层推的时候，到达当前层的时候，这一层是要顺带着做权重的更迭的。这个公式大家可以不用管啊，它是一个展开，它是一个求完梯度以后的一个展开的一个形式，因为大家刚才看到这个里头会有平方向，对吧？然后会有这个 F，会有 Omega，它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去求了一个导，因为把二拿到前面了，你看它把二抵消了，它就是对这个东西求了一个导。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推一下啊。你把它拿下来以后，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形式，可以，你如果要这么细的去理解这个东推首推这个东西的话，比较麻烦了。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真的实际的我们的人工神经网络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我们根本没有去求导，而是我们做前推的时候我们都记下来了。举个例子啊，我问你，W S 加 B
它的梯度是什么呀？对 W 的梯度是什么呀？不就是这个时候的 x 吗？对吗？它对 x 的梯度是什么呀？不就是 W 吗？所以它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线性的话，它线性运算的话，它就直接把这两个东西，把这两个对 W 和对 x 的梯度，它就存下来了。一会儿我反推到这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梯度拿出来用就好了。这个地方有点绕啊，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就是这个地方只是我们直观的，我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你会发现它是逐层的往前展开，拿到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残差的这样一个数学表达式，接着在这个式子上去做，去求它的梯度，然后去做随机梯度下降。但实际上呢，我们实际在训练一个神经网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用这么笨重的方法去做，而是说你每一层的刚才那个权重是怎么得到的呀？是说错了，就是你的每一层的那个神经元的这个输入是怎么得到？是前一层的输出和 W 之间去做运算得到的，对吧？比如说 WX 加 B，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运算啊，当前的这个运算你是可以，你的梯度是可以直接存下来的，对不对？对 W 的梯度就是 x 嘛，对 x 的梯度就是 W 嘛，对吧？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可以直接存下来的。所以你做前项运算的时候，你运算到这的时候，它就把这个量直接存下来了。待会儿反推的时候呢，我到了这一步以后，只是把当前的这个梯度把它乘回去了。这个地方的话，干讲会有点让我们来看，我们瞄一眼这个例子，我不太清楚这个例子里头具体有没有写到这么细啊？这个例子，这个字是不是？Sorry，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小？我把它放大一点。好，能看清吗？能看清是吧？好，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实际用这个神经网络啊，不是那些变种的神经网络，比如说剪接神经网络或 STM，就是用的这个人工神经网络。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分类的问题，你看我们NumPy 对吧？scikit-learn 这个我们之前提过这个 package，它里头准备了一些数据集，比如说这个数据集有一个数据集叫make mons，会造出来一批数据是比较麻烦的，也比较不可以线性切换的这样一类数据。然后接着首先我们造出来这样一个数据，然后我们用这个 matplotlib 对吧去画出来，把它画出来。然后 scatter 散点图，对吧？然后我们 show 一下，我自己画的也在这儿啊，这个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是现在有两类样本，一类样本是红色的样本，OK，一类样本是我们的蓝色的样本，有这样两类样本，但你发现这个样本显然是不可以线性不可分的，对吧？这样两类样本，都能看得到，对吧？所以构造样本是用的。我们是用的这个 scikit-learn 里头的一个 make mons，对吧？datasets 里头这样一个函数，里面的参数代表什么？你这个东西你先不用管，你去调一调你自己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这个 noise 的话是指的我们有多少的样本点是，比如说0.2的话，你会发现有些样本点它是散，有些蓝色样本点是散在这个红色样本点中间的，它就是为了构造出来一个不是那么线性可分的一个数据集啊。好，这个回头我们再说，你不要具体去纠结这个，这个上面所有的部分不是核心，只是为了我们造出来一部分样本，对吧？就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样本呢，我们会写一个函数，经常我之前写博客啊，有些同学看了我的博客会问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你那些可视化的图怎么画出来的，你怎么画出来那些角色的边界啊？这个函数在这儿叫 plot decision boundary，然后。它需要输给它一个东西，是你现在这个预测器，你输给它了之后，用这个东西它就能画出来一个用 matplotlib，你就可以画出来它的一个原始的样本点和它的一个角色边界啊。大家这个可以去试一下，我不具体跟这种绘图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代码，我不给大家细解释了啊，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调库的一个过程，你需要知道里面的一些参数，对吧？这个就是知道就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去查一下手册，你可能就明白了。好，下面是重点啊，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说的逻辑斯特回归，对吧？logistic regression，如果用它去做分类的话，你看啊，好，我们刚才跑了，
然后我把这个函数也跑一下，定义一下。好，逻辑思考回归的话，我们说赛特论非常简单，对吧？你现在有样本点，你有 x 样本点，你有 y 样本点。刚才我们在生成样本点的时候已经给 x 和 y 了，对吧？你有这两个样本点，然后你要去，你用调一个函数叫 fit，对吧？我先初始化一个类，就叫 logistic regression，逻辑思考回归的这样一个类。然后这个类呢，我去 fit 一下，意思就是你去训练，意思就是你告诉他，我有这一堆 x，有这一堆 y，我初始化了这样一个逻辑思维回归。当然，你可以去调一下里头的参数啊，还有很多初始化的参数，我现在全都用的默认值，没有去做任何的设定。那我说你去训练一下，达到一组权重，对吧？然后现在训练完了之后，是不是这个东西 CLF 它就是一个分类器啊？那我这一堆的分类结果灌给它，对吧？lambda 函数的意思就是对。就是用这个分类去分类嘛，对吧？然后接着我们调了这个函数 plot decision boundary，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是画决策边界的这样一个函数。我们运行它，我们就看刚才这一堆样本点，对吧？罗杰斯的回归非常努力，他在非常努力的去找哪一条线能够最好的去做这个切分。他找到了这样一条线，这个我们是可以直观理解的，对吧？大部分的蓝色点确实是在这一边。大部分的红色点确实是在这边，但没有办法，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这一块的红色点和上面这一块的蓝色点，它真的做不到，因为你只让我用一条直线去做这个切分，我只能很努力的去分割它们两位点，但我真的做不到完全的把它们分割开来，对吧？所以，OK，我们拿到的是这样一个图，然后我们来试一个简单的一个人工神经网络啊，这个人工神经网络长什么样呢？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隐层，我只做一个隐层的意思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隐层能完成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说是交集，对吧？我们可以求交集啊，意思是我可以把某一些区域框出来，一个隐层能做到这个，对吧？所以我们现在造了一个隐层，一个 hidden layer，这是输入，对吧？输入我们说只有两个值，对吧？你看任意一个样本点是不是只有一个 x1 有一个 x2 啊，两个值，对吧？所以这是输入，只有两个值。那它的输出呢？输出我要知道类别，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输出是一个零零一或者10，也就是它是属于第一类还是属于第二类？我们把它构造成了一个我们叫概率向量，对吧？标准的答案是10或者01，对吧？只能属于一类。但是我们用这个神经网络的话，可能拿到的东西是一个概率。就是它属于这一类的概率是多少？它属于第二类的概率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看，因为图放的有点大，所以可能不能全看下来这样一幅图啊。大家看看 Z1 呢，就是这一些节点的值，它是怎么来的呀？它是由 x 的输入，对吧？这个地方的 x 是向量，对吧？x 的输入乘以 w，也就是和它们去做这个线性的运算嘛，对吧？x w 一 x 再加 b 一，这个能明白吗？对吧？这一层的节点的是怎么得到这一层节点在激活函数之前的东西是怎么得到的？大家能明白吗？这个地方的激活函数我们没有用sigmoid 你用 sigmoid 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啊，你把它换成 sigmoid 的话，它也是能做的，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激活函数叫TANH，一会儿我们会定义它啊，然后在这一层，这个意思，这就做完了一个完整的从这一层输入层到隐层的这样一个运算，对不对？你看 WEX 再加 B，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函数里头了。只不过刚才那个函数是用 sigmoid 一加负的 z 一加 e 的负 z 次方分之一，而我现在换了一个函数，对吧？换了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激活函数或者叫传递函数，所以我们拿到了这一层的输出，那这一层的输出到结果层是怎么得到的呢？还是用了一个线性组合，对吗？看清楚了吗？还是和 W 去做了一个线性的组合。但这一层啊，最后这一层它是没有过这个激活函数的，就中间的所有的隐层，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加一个这个我们叫传递函数或者是激活函数去做一个非线性的变换。那结果层结一呃，如果隐层到结果层的这个连接，我们是不做这个。这个 softmax 做的事情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所有的输出的得分去求了一个 e 的指数次方，然后去做一个归一化，拿到了一个概率的向量，对吧？然后 loss function 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loss function。
只不过这个地方有 n 个类别，我在前面求了 n 分之一，对吧？那这个 n 分之一求不求其实无所谓啊，不，就是你加不加其实无所谓，因为它是一个常数，对吧？你有多少类，它就是一个常数，所以这个地方你加不加，它不影响我们最小化后面这个部分。这个iPython notebook 大家可以，因为我发到群里头，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维度我不跟大家细解释了。我们是因为输入的这个 x 是一个什么维度的，所以我们给它配了一个 w。好，其实这个地方呢，中间的这个隐层的这个节点个数取的就比较多了，取的这个隐层呢节点个数可能取了，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是取了500个。对，然后我们来看看 BP。计算梯度的时候使用的是随机梯度下降，对不对？所以，delta 三，你得去看一看啊，它是从最后一层往前一层逐层的展开的，做的这个事情。好，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看代码吧，好吧？我们会定义一个东西是计算损失函数的，它怎么得到的呢？大家看啊，我们会得到一个 score，对吧？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啊，所有的东西都跟刚才公式的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有个输入的 x，对吧？我会有第一组权重 w 一，对吧？和一个偏移项 b 一，对吧？所以我用 numpy 去做运算的话，实际上这是一个矩阵 w。具体的维度大家自己去看啊，因为我前面一个是为了展开到500维，后面是为了从500维再变回2维，所以它们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明白吗？第一个维度是从2个数到500个数，第二个维度是从500个数到2个数，所以是不一样的，刚好是反过来的啊。这个维度自己回去看啊。那我们直接来看代码啊，所以 x 为了保证这个矩阵能做向前推进、做前向运算的话，做的事情是 x 和 w 一去做矩阵的乘法，对吧？然后加上一个偏移项 b 一。这个地方因为有500个节点，所以给了500个偏移项，对吧？b 一，我们刚才看了 b 一是什么维度的呀？b 一是一个，sorry，b 一在这是500维的，对吧？好，然后拿到的 a 一做的东西是我用 numpy，对吧？用 numpy 这个 package 直接对所有的刚才的线性得到的这个结果做了一个运算，对吧？拿到 a 一，然后 z 二的话，同样在。A2 是作为，现在是作为输入了，对吧？就是你现在已经算完这一层了，已经算完这一层了，你该往下算了，对吧？所以在下面这一层的时候，依旧是做了一个线性运算，对吧？然后去加上了第二个偏移项 B2，对吧？这个时候拿到的是两个得分，对不对？两个得分，刚才说了，两个得分怎么去得到概率的向量呢？做的事情，首先呢，他把这个东西做了一个指数运算，发现了吗？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做了一个指数运算。接着他把所有的这个指数运算除以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sigma，就是所有的得分向量里头每一个值的这个指数求 e 的指数运算这个东西得到的值的和，那是不是拿到了一个概率，对吧？这个是一个概率向量，对吧？你看看他现在求的损失函数，就是我们刚才的公式里头定义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然后我们加了一个正则化项。为什么呀？要防止它过拟合，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用的是这个 L2的正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实际上加上的就是平方嘛，对吧？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地方我得跑一下，然后就到了下面了。下面这个东西叫建模，里头会有完整的训练的过程，然后。这有大家刚才提到的东西，叫做那权重怎么办呢？权重我们随机初始化一下，numpy 点 random 随机初始化，对吧？然后随机初始化一个 w1，随机初始化一个 b。你看这个 dim 是隐层的节点个数，对吧？500，这就是对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维度，对吧？我们说 b 是500维的，b2 是2维的，对吧？w1 是2乘以500，这是500乘以2的。你仔细看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和。这是输入层嘛，对吧？二乘以五百，对不对？W1，然后是一乘以五百，然后 W2 的话是这个500乘以2，对吧？输出有2个点，对不对？然后 B2 的话是1乘以2，对吧？这样2个偏移项。好，然后我们模型的话，模型其实就是一些权重嘛，对吧？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字典的形式，一个 dict 形式，对吧？
然后我们开始梯度下降，随机梯度下降，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会给它传一个 number passes，意思就是我做多少次的迭代，比如说这个地方是2万次迭代，那你2万次的迭代的话，这2万次迭代里头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什么呀？就是每次减去梯度嘛，对吧？梯度下降更新参数在这呢。Epsilon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值，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初始化一个比较小的值，一个步长，对，所以你会对 W1 和 B1 等对去做这个东西，重要的是求这个 DW1 对吧？DW1 怎么做的呢？在这，你做前项运算的时候是会存下这些中间的结果的，你是会存下这些中间的结果的。如果你往前反推的时候，它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是第二个，这是隐层，对吧？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隐层到最后一层的这个连接的这些权重，对不对？你看它这个地方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啊？你大家回去以后可以，这个地方我不给大家细讲吧，大家回去以后你自己对应一下这个和上面的公式，你就能看看明白它做的事情了，就是。用这个公式，把这些公式用 NumPy 实现了一下。这是从后往前推，这是初始层和隐层之间连接的权重，对吧？求的梯度，权重和 bias 向求的梯度。再往前推一层，这个是输入层和隐层之间连接的权重和 bias。然后再加上正则化的项，正则化的话。正则化项，对吧？它的一个梯度，然后梯度下降更新的时候，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当前的梯度减去步长乘以这个梯度，对吧？啊，说错了，当前的权重减去步长乘以这个值，对吧？然后你就是做了一遍这样的训练，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来跑一下啊，可能也得等一会儿，我来看一眼。OK，这只是一个定义，这只是一个定义，还没有实际的跑。然后这个结果的判断呢？把结果判断就是做一次前项运算，拿到这个概率，对不对？拿到这一组概率里头最大的那一个下标输出来，这就是我们判定的结果，对吧？比如说这一只有2类的话，我就想知道下标到底是零还是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函数就是一个前项运算。如果我现在模型，对吧？建一个3层的一个模型，然后我们来看看，然后把它的角色边界画出来。这个是在做迭代了啊，这就做完了2万次迭代。你发现它造出来了一条曲线，因为有500，我这么说啊，这个时候因为有500个节点，有500个节点，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有500段小的直线的话。段很小的直线去拼起来，实际上你是能拼成一个近似的一个曲线的。如果你有500段直线的话，你是能近似的去拼成这样一个曲线的。你发现它的分割效果比刚才的线性分割肯定是要好的。而这些东西是怎么得到的？就跟我刚才和大你粗暴的理简单的理解就是和我刚才和大家说的一样，单隐层的就是去求交集，对吗？所以你现在有500段的。500个小段的直线，现在你把这500小段的直线一个一个的拼起来去做了这个事情，对吧？好，然后现在我发现有3个隐层的神经网络分的还不错，然后咱们激进一点，你发现我把这个隐层的这个维度啊，我们把隐层的个数应该说，对。然后我们把它加大，然后这一个小部分的程序我们不给大家不给大家具体的去跑这个东西啊，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对这个程序感兴趣的话，自己回去跑，因为它跑起来会耗一点时间，就是我自己跑了，它有点耗时间这个程序。因为你后面的层数如果太多的话，隐层的个数太多的话，它确实会有一些麻烦，
就是跑起来时间是比较长的，又回传回来，你会发现什么呢？当你没有隐层的时候啊，只有你的这个 size 是一的时候啊，是它是一条直线。当你加 size 加到二的时候，两个隐层的时候，它能做出来一个近似的一个曲线。然后你加三个隐层，三个 hidden layer 的时候，你能发现它能做到这样一条曲线。然后你把它加大的话，你会发现到最后它能做到非常非常强的分类能力，强到什么程度呢？他把你的样本集全记下来，但这个时候你就严重的过拟合了。实际上，OK，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代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东西是这个很有意思，哎，这个我得把它放小一点，大家能看得清吗？这个东西，我发给大家，我发给大家，这是。TensorFlow，这是 TensorFlow 发给大，这是 TensorFlow 的一个实验场，大家可以自己进去试一下。比如说这个样本点，它很有意思啊，因为大公司出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像 TensorFlow 这种有 Google 干爹，做亲爹的这种开源的 package 的话，它会有非常非常活跃的社区和一些 demo。比如说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到的是，如果它可以指定，如果我的样本集是这样的，我的输入我只输 x1 x2 两个维度嘛，对吧？我只输入这两个维度的话，如果我构造一个隐层，我隐层的个数，它这个地方是可以只有一个隐层啊。比如说这个地方这隐层的个数，你可以在这用加和减去调节，然后这个地方隐层里头神经元的个数你也可以去加去减去调节啊。这个图大家能看得清吗？我的这个演示页面可能有点小啊，你能看得清吗？好，对，然后输出的话是两类嘛，两类样本，对不对？蓝色和黄色。所以呢，我们来跑一下，你看看，如果我只用一个隐层，我用四个神经元的话，你跑一下，你看啊，这个 loss 是我们刚才的 loss function，它在逐渐的减小，这是测试级上的 loss function，这是训练级上的 loss function。你看刚才黄色的点和蓝色的点之间就被分开了，大家能看到这个吗？直到现在，它的训练级上的 loss 已经非常非常小了。0.0001，然后在测试集上有0.005，但它还在训练，你可以把它停掉。OK，我们把它重置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现在的样本点分布诡异一点，是左上角、右下角和左上角、右下角是不同的样本点，我们再让它跑一下，你看，这是它的训练的全过程，全过程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在训练集上现在已经到了0.003。0.002，它现在已经能把这些样本点分隔开了，对吗？如果你想高级一点，我们可以再多加一个隐层嘛，对吧？哦，节点数我再多加一点嘛，然后我再来跑一下嘛，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差别。你发现它学习的方式是有差别的，这种方，你看你多加一个隐层，它学出来的这个东西比刚才似乎要更精细一点，对吧？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试验了。这个比较，比如它可以，你可以试着去把螺旋状的这个图给它分隔开，可以试一试。我也不太清楚它能分到什么样一个状态，但是咱们可以试试。这个好像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儿。好了，我们加点特征了，这个可以加平方向的特征，或者是两个的组合项，然后你再跑。你注意看它颜色的，你看它里面颜色的变化。它是震荡的，对吧？但它因为它用的是 SGD 随机梯队，它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它确实在很努力的学习，在你的 batch 的样本点上。这个我没有试过，它最后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仔细去看它的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 loss，你会发现它现在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原因是，在这个时候它确实是比较做这个事情，也许它这一些特征只有两个隐层去做螺旋状的这个区分是非常困难的。你可以再给它加一个 hidden size、hidden layer，然后你再给它多加点。我们来看一眼啊，但是这个训练会比较慢了，因为现在隐层的个数多了，对吧？所以它会比较慢，大家可以去试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调的，包括你的基列函数，这个地方 TANH 的基列函数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基列函数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做实验里头提到机械函数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换成 sigmoid，换成其他的 LE 啊、RELU 等等都可以去做。这就是 Google 的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们开源的东西呢，不仅开源出来，他会告诉你怎么用，然后他会展示给你看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能做到什么样一个效果。TensorFlow，我们在最后一节课会给大家讲到各个框架。我告诉你，TensorFlow 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东西叫 TensorBoard，你可以实时的去监控你训练，你做训练的时候样本的 loss 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每一层的一个变化，一个波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你能实时了解你现在的训练是否是正常的。这个是 TensorFlow，这个是 TensorFlow，这是 TensorFlow 的一个 demo。好，然后这个网址我发给大家了，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做实验，可以去看一看啊。假如你没有这个，比如说没有这些比较好的硬件设备啊或者什么，你可以用它这个去跑一下 demo，做做实验，还是挺有意思的。TensorFlow 并没有秒到 caffeine 啊，这是这并不是这样的啊，在图像界的话，因为 model 做的。大量的 model 的存在的话，依旧有 caffeine。而且我给大家多说一句啊，MXNet 为什么能活得这么好？因为 MXNet 它对于显存的利用率比 TensorFlow 要高很多。那 TensorFlow 同时它支持分布式的，当然 TensorFlow 在2、3个月前也公布了一个可以并行的去做训练的这样一个版本。你之前开源的是三 G 版嘛，对吧？所以MXNet 的优势在于非常简单，非常用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它对显存的利用率非常高。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个人感觉它的文档没有那么全。然后 Caffeine 的话，优势在于说它对于图像那套东西太成熟了，而且有非常多的 model 在 model zoo 里头，你可以直接拿过来做 fine tuning。然后 TensorFlow 的优势在于说，亲爹太强了，以至于现在大部分的资源在往上倾斜。往 TensorFlow 上倾斜，大概是这样啊。Torch 的话，我用的比较少，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三个 Caffeine、MXNet 和 TensorFlow。Torch 用的比较少，但据说 Torch 会相对而言会灵活一些，但其实 MXNet 也还比较灵活。Theano 的话是它比较 focus 在自动的求导上，这叫。自动去给你求梯度，但是比较难，不是那么好用，它用起来会有些麻烦，因为它是学术派的那波同学做的东西啊，所以Theano 是你要是做研究，你做的比较牛逼的话，你用它应该是 OK 的，但你要是工程上去用的话，反正大部分的工程师可能首选不会是它，因为它的全面性没有那么强，它就是一个自动。可以自，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自动求偏导。刚才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它只是一个示意图，它只是一个示意图，它表明沿着上面这条轴我做前向运算，我做前向运算以后拿到一个结果，结果比对拿到一个 delta 这个 delta 的差值开始往回传以后去求一个偏导，求完偏导以后传到刚才这个上面去啊，这个地方。求完偏导之后，到这个位置，然后你给它一个步长，一个 eta，然后这个 eta 会去修正原来的一个 w 的权重。对，你看 w 在这嘛，你刚才输进来 w 在这嘛，这是我刚才回传回来的一个残差上求得的一个梯度嘛，所以它这两个东西做了一个运算，拿到新的 w，就这个意思。Regularization rate，意思就是正则化的一个比率，也就是你可以简单理解成正则化的强度有多大。因为大家都知道神经网络是很容易过拟合的嘛，所以你需要去做一些正则化。只不过这个地方的正则化的话不一定啊，它这个 demo 里头应该用的正则化就是 L1 或者 L2 正则化，但实际上我们说神经网络里头，比如说卷积神经网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神经网络的话，它做正则化的话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 job out 或者是job ou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我们之后会给大家提到。这个图就是一个可视化的图，你不用去深究，就是上面的这个传送带是
前向运算，下面这个传送带是反向传播，中间的这些连接是我从反向传播的这个传送带上拿下来的梯度去和原始的 W 去做一个运算，去更新现在的 W， 就这意思。啊，图上的这个伊塔就是你可以理解成的叫我们叫做 learning rate 学习学习率或者步长啊，你可以理解我们是用它去做一个倍率去做运算。好，那咱们的课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好吧，然后我们在下周的课里头会具体给大家讲到具体的两个常用在图像和自然语言处理上的两个模型，分别叫做两个变种，分别叫做转接神经网络和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对吧，会讲到 LSTM， 会给大家带一下 GRU。 最后一节课会给大家提一下框架。好，谢谢大家。